和我搭档一起画漫画吧，多番考虑以后，我觉得需要你的作画。成绩在全国名列的你，要当漫画家？如果是我和你，就一定可以做到。芭芭拉，你梦想当声优对吧？声优？如果未来我作品动画化的话，我想让你来配女主角。所以梦想实现的时候，请和我结婚。我们这种中学生竟然能带原稿来，像做梦一样。只要画出原稿，谁都能来。你喜欢的话，可要好好培养哦。我认为3年以后就能超越白鹅老师。那么，请说出你的所属事务所和姓名。西风教会，芭芭拉，请多指教。总之这次一定要拿下，夏日放映节的一等奖。